Okay, so in today's article, Monica has her dream dictionary, and she and Tiffany are looking through it. Okay, 所以不要忘记了，昨天 Monica 说，哎，她有一个这个解析梦的这本书哦。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正在翻阅这个梦的解析。And Monica says, this book explains a lot.About dreams. Okay, 这里呢 ，Monica 就说，哎，你知道吗？这本书呢，它解释有很多有关这个梦哦。Now here we already have our first word power word, explain. Explain is a verb, and it means to show the reason for something. And of course, you usually explain things to a person when they are confused or do not understand.嗯，没有错。Explain 呢，它是一个动词，就有着解释啦、说明的意思哦。像是呢，如果有人要跟你这个说，哎，要做这个事情，你不大清楚这个步骤是什么，你可能就是说，不好意思哦 ，Can you explain the steps to me again？ 另外呢，我们常常有听到 explanation 这个字哦，它也是说明的意思，不过它是一个名词，拼法是 e x p l a n a t I o n。That's right, and here's a sample sentence. Please explain the game's rules so we know how to play. Please explain the game's rules so we know how to play.OK, 请解释呢这个游戏的规则哦。这样子呢我们才知道要怎么玩这个游戏哦。And next in the article, Tiffany says, it or the dream dictionary、says if someone chases you, then you're probably worried about something. 哦、所以它上面是写着如果有人追你的话、可能就表示你在担心什么意思哦。不过这里我们先来停一下我们来看一下Worry 这样子的用法哦 ，Worry 呢这个动词呢其实有着忧心、担忧这样的意思。不过常常如果我们要说我们感到很忧心呢，对什么事情感到很忧心，我们可以说 somebody is worried about 后面我们可以接名词或者是动名词哦。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它的动词，就是主词接 worry， 然后后面接 about， 同样后面也是接名词或者是动名词。For example, Tiffany.Was worried about going home by herself, or Tiffany worried about going home by herself. 所以这两个句子呢，都是指哦，这个 Tiffany 她很担心一个人自己独自回家哦。想要知道更多有关 worry 的用法 ，Let's ask Teacher Ted. Keep in mind.真的啊，大家好，我是 Cuddle， 也就是青蜂侠 Green Hornet， 他最佳的得力助手。哎，听我的名字 Cuddle， 哎，好像是日本人，但是不要误会，我是一个华人。不管以前是李小龙演的，也是华人；现在周杰伦也是一个华人，所以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但是你会不会有点担心呢？因为这个名字是 Cuddle， 那会不会就干脆找个日本的演员来演呢？哎 ，Don't worry， 你不用担心。那本来呢，他也有找日本人来演，但是因为日本人呢，平均的英文呢水平呢就是比较不好，哎，这也是事实。所以呢，他们会有一点担心啊，哎，这个日本人讲英文会不会有问题呢 ？They are worried about his English.那么讲到这个 worry， 虽然我们刚刚说 don't worry， 这个 worry 是把它当作动词来用，但是我们要讲说，哎，你对什么东西感到担忧，或是说你处在一个这种很担忧的状态啊，我们比较常的用法呢，是我们用主词，然后 be 动词，然后呢后面看到没有，放 worried about 什么东西，因为 about 它是一个介系词，所以在 about 后面呢，你要放名词。或者是呢，如果你要放动词的概念的话呢，你千万要记住把动词改成 ving。哎，其实不管呢你是哪一国人，那么重点就是只要你英文好，哎，你找工作就多一个机会，不是吗？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呢，在这个经济不景气之下，哎，我们的工作环境呢又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随随便便要找一个工作呢，哎，都可能要有什么英文面试，对不对？哎，
我演这个角色也是要英文面试啊，你以为这么简单吗？所以啊，尤其是大学新鲜人，每次要去一个面试的时候，哎，你会不会觉得很担忧呢？ Are you worried about going to an interview? 那么既然讲到要学好英文呢，那我们就顺便来讲一下啦。刚刚有说 worry 可以当作动词吗？没有错，我们的确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常用的用法，就是主词后面加上 worry about 什么东西。这个 about 后面这个东西呢也是一样放名词或者是 ving 这样的一个形式。哎，所以呢你看你这样子把英文呢学好了之后， your parents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your future。 这样子一来你的父母亲就不需要担心你的未来了嘛，对不对？你看像我们的电影里面，我们的青风侠本来也是一个万事不公的公子哥嘛，对不对？那我们之所以会联合起来一起打击犯罪呢，就是因为 we are worried about people living in this city， 我们为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民担忧啊，治安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联合打击犯罪吧，好不好？